就是到小腿，那我就觉得 OK 啊，我就踩前任踩过的足迹，结果下去之后，哎，怎么就到该边了？然后就觉得，哦，然后拔起来真的很难，超累的，而且那时候真的累到有点想哭，太胖了，不能怪人家，太胖了，被推跑了我。哇！你要不要出口哎、欸！爱讲推口了。所以我们第一天有去那个猎人小屋，我觉得那个我比较吓到，因为那个就是整个到山上的行程，然后可能我真的太重了吧，像小朋友他们就健步如飞，或是像轻的就健步如飞。然后我就是，比如说像他们可能就是到小腿，那我就觉得 OK 啊，我就踩前任踩过的足迹，结果下去就，哎，怎么就到该边了？然后就觉得，哦，然后拔起来真的很难。所以那个有一次我记得猎人那个真的的猎人，他是有那个 license 就是有执照，对，然后他要把我拔起来。然后他拔起来的时候，因为拉太用力，所以就往后倒。然后因为他前面是野火，所以我们三个就倒在一起。三个就倒在一起，太好笑了。超累的，而且那时候真的累到有点想哭，就是好想坐上直升机再回去。弟弟说：“直升机载我回家，我想回去。”因为你就看到全部都是白雪皑，然后你就看不到屋在哪里。对，然后就看不到，然后就觉得好想哭。然后有好像有点，因为我现在左脚的靴子有点穿不下。所以我房门现在打开都是哇，那个酸痛药布的味道。以前上面都贴了胶，没有到的。我觉得应该有拐到，心有点有一点点拐到，太胖了，不能怪人家，太胖了。被推跑了我。哇，你要不要出口哎、欸？不是爱讲推跑了。我这次做过一件蛮浪漫的事，我是我一直很想做的。就是在雪里头吃刨冰，哎，对，他今天有吃，哎，是不是？可是我没有酱，你有带果酱跟巧克力酱吗？我们连蜜喽，蜜饯，好吃吗？都带，好吃。然后外那个日本人也觉得很好吃。他带盘子，带叉子，然后呢，从雪地这样把上面那个脏雪剥掉，然后就用盘子铲一盘雪，然后呢在上面放蜜饯，然后还有凤梨干果酱，味道如何？好吃哦，雪花冰嘛，对不对？对，雪花冰，而且真的就是雪花冰，冰有吃，雪有吃进去吗？有，好吃哎。那个山上的雪是干净的，因为那么厚，没有人踩，而且最好笑是那个猎人也很开心，那猎人说哇，哇，他很开心哎。你们其实真的没有在雪地发生过浪漫的事？没有，我们台湾哪有雪啊？我说跟伴侣出国，你们以前都没有，也没有去那么冷的地方。我这次有拍照给他们看，看他们下次会不会想来雪地这样子。嗯，他要沿途拔萝卜。对，我要沿路种萝卜，都很辛苦。然后最后没有时间，然后最后都没有时间种草莓。草莓这边买就有了啦，对不对？哎，你们还会种吗？不会啦。上一次种没有啦。上一次怎么没有啦？这辈子没种过，没种过啦。太累，你知道什么叫草莓吗？太累，脾气不好。知道啦。你进水啊？你要吃饭吗？你要找一个人吃饭吗？没有。我好奇呀、啊，他的那个。青青姐姐二度发飙哎、欸。太累。我现在懂严艺文在那的时候，他不是来拍剧，他说拍什么？一张。我现在有点懂，因为太累了。